村子里面有一个从湖北那边念书回来的人。今天有医护人员拿着消毒水来他们家消毒。现在我们都做到尽量不出门了，吃完饭就在自己家里。但是就是农村的地方没地方买口罩，现在县城也都被人买光了。非常时期，大家记得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了，出门记得戴口罩。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，下期给您带来更多乡村特色视频，我们下期再会。